好了没有？都在打，已经在拍了。I say, can you wait? 在家里。Hello. I said, can you wait?看你自己能不能搭完哈，你觉得你能搭完吗？你是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你现在是在搭哪个部分？第二。好，搭的挺快的。好了，介绍一下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观察车，然后那个这个是草地，然后这里放个帽子。这里呢是一个树，然后这里是买棉花糖的。哪里买棉花糖的？这里。哦。然后这里是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坐的？哦、然后这里是个地图，啊、跟那个一起的。嗯。然后呢，我还在照这个。然后这个这里是第二层，然后这个是一半，我还要带一半，我还没有带呢，所以呢。我现在第四包嘛，到第五包我要下一本书，然后看再到下一版的，所以我应该要找一个更大的地方。这里够了，还找个更大的地方？这里够了吗？放了太多东西了呀。哦，我有个主意，把一些东西理掉。没错。最近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哈。对，然后今天出去了一次。反正嘛，这个我还没有搭好一半，这个是第四包，还有最后一包搭完就到下一半了。下一半是什么意思？就下一个一半。啊、就另外一本书了是吗？这个是一半，还有个一半。哦。你觉得难吗？不难。不难。那这个不是说十六岁以上的吗？十六岁以上对我来说不难。你现在几岁啊？七岁，还有八岁、九岁、十岁、十一岁、十二岁、十三岁、十四岁、十五岁、十六岁，还有九岁。那等你到十六岁的时候打什么呢？到十六岁啊？嗯，更难的。更难的，好。我有个东西，等我到十六岁的时候，我想当一个真正的一个布加迪，就像上次别人啊，我们看到视频的，不要挂。
不到什么东西。用心找啊。不在这里什么地方？该怎么办？总归在的。Concentrate. I don't know. 那就洗澡吧。不，就想要找到，也不找到。那不行，要靠自己找。不行。加油。Than you, probably 203. So what do you think?车是吧？对。
你觉得最难的是哪部分呢？最难的那部分，最难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地方了，搭这个的。啊、哦，就这个链条。对，然后要把它穿啊什么的。就穿上去是吗？这个很难。嗯。是吗？对。啊、哦，那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较难的吗？就是没有其他的感觉，但是这里是有点难的。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那个等你上车的时候上坡，然后这里就是你转这个，它这个也会转，这个转也这个也转啊。就如果这个转的话，这里肯定也会转啊。那为什么这个也难？它是难在哪里呢？橡皮筋弄的时候就是会有点很难啊。橡皮筋弄的时候，对啊、哦。你大概待了多久？我待了差不多，一周。一周啊、哦，每天几个小时？每天两个小时，应该会更多。啊、哦，有时候会更多。累不累？大的有时候找不到东西，就是难的找的时候就是有点累。找不到东西的时候累，所以找东西很难是吗？啊，那你现在还想搭别的吗？别的话正好在搭机器人，但是机器人搭到中等的时候，正好到第三包就是搭的时候，就是感觉正好搭了很像一个飞机嘛，然后感觉很好玩，所以我停下来玩搭，然后呢就开始跟这个飞机玩了。好，那你还要加油好吗？加油搭机器人。嗯啊，那这个机器人是机械的是吗？就是要有电的啊，然后 Bluetooth。如果你想要弄的话，它这个可以自动，然后你可以编程一下。哦，那很厉害。但是必须要有电池，然后 那个 Bluetooth 应该要把它弄上。OK。